我以前的工作的一个积累，在现在的这份工作当中真的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不是像大多数的人认为乘务员只是在飞机上提供服务的。我们也是经过日积月累的一个培训，为我们的旅客在飞行航班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这样一个旅途。